我给这个 blade 我已经调出来，那个时候很高，公司石板我们做个活板的，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调，我用轻一点去调。皮前面弯了，后面弯了，拉了不一次，那么拉个很高，哦，这个轻轻拉一下就可以了，哦，一下两下 ，OK， 肯定是，然后三根呢会留下来，我送他 ，OK， 他已经皮弯了，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调的，要用心调出来，他这个啊左右要去调，调了出来没有那么简单哦，这样调了前脚后没有几两这样子调啊，哦，公司石板做个活板，我们做了个高兴啦，现在车主很满意，这些 blade 挂机啊。挂机啊，挂机啊！啊，车主讲的很满意，不是我讲的。公司要调的时候，不是你们这样子讲，这样子调，我不是靠嘴巴讲，靠心做出来。公司石板锐调给它更加刺一点，轻轻看一下它就刺了。不相信，让我跟车主去看一下哦。调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，那几个寸，不是八寸，七八寸哦，是吧？哎，很满意，车主看了够爽，我就谢谢大家的配合。不会，不管有几多年的经验，都是一样哦，跑不掉的。哦，不会就请看 Facebook UK 哦。这个我搬了车主，下一次我要做好 Aircon， 然后还有很工业公司可以做。